闲来无事玩一下 Bye，今天问了他一个问题，请他帮我写一篇精品咖啡的贴文，鼓励大家健康的喝咖啡。跟他确认写一篇贴文，那他一开始就写了一个简单的贴文，然后后来我请他拍成。写成影片的创意脚本啊，因为 Bye 是使用 GPT-4 的引擎啊，应该是对这个创意的部分很厉害。好，那他要再跟我确认一下是要拍成怎么样的脚本，所以我必须要详细的给他主题、风格、长度等等这些资讯。那所以我就简要的跟他说，爱情风格20秒，鼓励喝精品咖啡。顺便请他融入黄金圈理论，他就去找了一下黄金圈，结果他就开始写影片的脚本情境，然后呢，问题是他把黄金圈理论虽然有融入在他的剧情里面，但是他的旁白顺便介绍黄金圈理论。所以很显然的，他是把融入这个部分误会成自入行销去做黄金圈的教学的部分啊。那没关系，因为他写的故事很有趣，所以我就仔细的看了一下，故事很长，所以他还没写完，我就请他继续啊。所以他就写了继续了好几次之后。各位要注意一下哈，但 Bye 里面呢，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它有一个多少 of 15，那也就是说，我这一个问题要处理完，要在15次以内的问答，最好就能够把你的答案给问完哈。那超过15次，它就不能再继续了哈，因为免费的限制哈。好，那么所以好不容易往返几次。把他那个问答把影片问到结束了之后，然后我请他把旁白去掉，因为他的旁白都在讲黄金圈的理论教学然后把黄金圈理论的教学说明部分去掉，请他帮我压在500字以内那么他就开始去尝试的压缩，他就把旁白跟画面那些字都拿掉，开始产生这个500字的最后的脚本。然后有点小问题是他每次，因为他每做一段之后就会暂停，那你必须因为他的那个使用的容量限制嘛，你就要请他继续完成。那他每一次继续都会从头开始，都会从头又开始。所以他的500字就每次从头开始到一半就结束，一直无法结束。那所以我只好后面请他再缩短一点。再缩短一点，然后再继续请他继续把它完成。最后直接跟他讲说前面不要再重复了，直接把后面讲完。那么最后他完成的好不容易完成的这个完整的故事。还蛮有创意的。那故事内容就变成就是他会一个女孩走进一家精品咖啡店，看到帅气的咖啡师在冲泡咖啡，被他的神情专注所吸引，点了一杯美式咖啡，然后巴拉巴拉巴拉问他你为什么喜欢做咖啡师，然后咖啡师就说因为我相信每一杯咖啡都有他自己的故事跟灵魂。那你是怎么冲泡出这杯美式咖啡呢？然后咖啡师就跟他说这个过程跟手法。然后女孩子就问他说特别之处。然后咖啡师就跟他介绍这咖啡的特别，还有怎么去欣赏这杯咖啡，怎么去喝一杯精品咖啡。然后最后呢，
这个女生因为这个咖啡师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然后就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他也充分的用到了黄金圈的理论啊，从那个故事情境，到为什么会去喝这杯咖啡，为什么会喜欢上精品咖啡，然后到他如何冲咖啡是如何冲一杯咖啡，然后最后他们因为被这样的一个咖啡师的一个这样介绍的黄金雀的介绍方式所吸引，就爱上了那个咖啡师，然后最后两个坠入爱河，也是挺有趣的。所以，GPT-4 的创意还是蛮丰富的。